有時在一個距離這樣在那邊留意香港的新聞，就是留意我們國家的新聞，其實都一直一直在想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，為什麼我們的民族是可以不斷不斷地在這種環境之下去繼續生存，其實有沒有改變的空間，有沒有改變的餘地，除了時間之外，除了young generation， 如果是 young generation， 我們的教育制度有沒有改變呢？我們的所謂一個獨立思考的能力有沒有提高呢？其實這個就是很關鍵的。